曾经创造屏东牡丹乡经济奇迹的太阳菇，在失落十几年了后，又搁重现江湖了。是甚物原因，让伊失落又搁重新出发的？阮某确定会给我啦，是我家具要换新的啦，衫橱啦吼，电视柜啦，沙发规组安尼，还讲我加三万块尔哦，啊你这三项吼，拢爱甲我买转来哦。三万块，我是要倒的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每礼拜一暗时10:30，超地状元。